个宽度写进去就可以了，长的你不用管它。以后呢，如果是拼板，你就是写在上面，这个是单板，我就一对一这样的。这里面有个例子给你，它一般都是用右上角下来的，啊，一一、二一、三一、四一，然后一二、二二、三二、四二这样的，这样下来的，这样就确定。以后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步骤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要保存一个新的给它。如果你不保存，再进去下一个，它会告诉你，因为你他认为有一些数据没有写好。现在呢，这里电机好了，我们准备要电机好了。他们自动还是电？那里的一个误差值，它的误差值最大是零点五，这样它就升不了了，最小应该是零点零，零点五，对对对，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误差值是多少，会会会。